暗恋他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吧。那你到现在？ 还喜欢他吗？有的情感不能只用喜欢或不喜欢去概括，因为那是一整段青春。你到底有多喜欢他？喜欢到那个时候，每天都梦想着跟他考一所学校。你喜欢上他了？ 我没有，只是像那么说的时候，我心里不太舒服。你骗不了我，你变了。我没有，冰冰，我知道我不想打扰你，你总不能让我正经点像个 ET 吧？好，给你带好吃的。马上都要吃午饭了，你一会儿吃不吃了还？吃啊，这不是。